各位同学，我们看这边，他说这边有30度、20度、60度、70度四种温度下，盐酸跟大理石反应成二氧化碳的实验。那假设说呢，这个大理石的颗粒啊，跟酸性液体的浓度都一样，那问我们说哪一种温度下二氧化碳产生的速度越快？那我们讲过，课本里面有解释过哈，他说温度越高，反应的速度越快嘛，那这是没有问题的哈。所以这一题呢，基本上我们就要选70度。那呢？但是各位同学这边要有一个观念哈，温度越高，反应速率越快，没错。但是它的速率呢，并没有随着温度成正比。也就是说，假设你由20度变成60度，温度变成3倍，但是你的速度有没有增加变成3倍？是没有的，是有变快，但是没有成正比哈。所以这个观念，各位同学要注意一下。